研究员提出说每日都比较喜欢蔡格佩这样的组合。我走过讲过吗？这是很惊悚的消息。每日都支持蔡格佩，你怎么看？谁？有研究员提出说每日都比较喜欢蔡格佩这样的组合。我走过讲过吗？这是很惊悚的消息。像怎么看说蓝绿是在内部初选党内互打激烈，而民进党要到5月22号之后呢，才有可能推派出人选，你怎么看？我昨天不是讲了，我很庆幸我不是民进党党员的，会影响到你宣布参选的时辰吗？对我来讲，就是我发现我是所有人里面最自在的，自由自在嘛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说一定要怎样，所以我最轻松。